咱们现在还有几个小时就要开始直播了。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个产品，这个产品是什么呢？洛天依故意把那个请柬给藏起来。你是天心胡阿姨？你是不是赶紧想回来跟我一起过生日呢？心爱的人一起过生日，是不是很幸福？你为什么把这出戏搞这么复杂呀？你帮我查一下菲利斯集团最近的动向。难道说他们要在女装节搞事情？关于昨天大量的黑粉，我让洛氏的公关部门做了相关调查。我是说，如果我是 A 姐，我就不会用这么个办法。昨天到现在，一直说我不对的人是你，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那你认为会是谁？不管是谁，铺垫这么久，女装姐也该现身了。